六月前往浙江温州的动车上。我们今天要去温州，然后呢我们这次的主人公是这位会正式会谈的一位嘉宾，阿乐。帅吗？我觉得可以。那你觉得这个九个人当中最帅的人是谁？我现在肯定得说你。最帅的人是？现在是他，现在是他，此时此刻是他。对，那个参加非正式会谈的第一天，第一个认识的嘉宾是阿乐。我跟他认识的时候拍了一个 Vlog。 非正式会谈的录节目的第一天来了。您叫什么名字？我叫阿乐，我是医生。医生？对。哇，好棒啊。什么医生？看小孩子，儿科的。儿科的？哎，死过。哎，放完了。我在车上跟他认识的，就是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我是医生，而且他现在研发新冠检测的那个，对，他说只有10分钟可以检测出来，所以我觉得蛮厉害。而且南非人也没有拍过。对，但其实我因为我之前一直跟阿乐联络嘛，然后我就现在离温州更近了，其实我心里头有一点点，就有点像要约会他的感觉。什么约会啊？什么？这个人思想有问题。我真的有一种啊，人家跟你没什么关，没什么兴趣，好吗？好单纯的人，他以为他跟阿乐约会。这是节目组首次拍摄来自非洲的主人公。亮叔的这位非洲朋友在温州究竟是干什么的呢？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哎，阿乐，哎，好久不见，哎，非常高兴，哎，好久不见。我要跟大家说一下，飞砖的时候你来啊，是，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说过我要拍你，非常，我真的来了，这是南非的一个，南非品牌，对，我是一个青年大使，对，我们今天有一个之前驻华日本大使，南非驻华日本的大使，对，南非人，他今天来，他们今天来了是吧？啊，是吗？他们今天已经跟我们的学校的一个领导对。这天，阿乐邀请南非驻日本前大使来到他的母校温州医科大学，希望能够推进一些合作。他吗？对，大使，前大使。Ambassador, this is Director Junae. 你好，姐。Yes. Hello, nice to meet you. Pleased to meet you. Yes. I'm Japanese. Yes. 日本語で Japanese? A little, you know. I've a lot. Maybe you can say one word for you. Nice to meet you. 浙江河北省的 population 好多一点点，海中的 one university and 400 graduates every year. Our school never stop its work.你第一次看到他的感觉？我觉得比照片更壮，我觉得更壮，而且很，就看到你的脸很平，他的脸帅吗？可以，什么可以？加油！怎么会？所以他好像想跟你约会。我们这个学校有很多的，在浙江有很多的外国的留学生过来学医，或者学生物科技，或者学一些药理学，他们都会选择来温州医科大学。所以南非前大使过来也看一下我们这边有
什么地方可以帮助，嗯，或者他可以给我们一些意见。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这边的校友也是要给我们的大学的其他的留学生看一下我们大师还有教授，给他们认识一下。对。2011年，阿乐从南非来到中国的温州医科大学学习。2020年，硕士毕业后开始创业。目前他已经是两家医疗研发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好玩，网红主播培训室。为什么一个大学里为网红主播培训？我们现在在做留学生 IP，就是想要做文化传播这一块。坐在这里好多好多非洲人，想更加就是 close 的这种 talking 这样子。可以的。Hello.So we also have a biomedical project that we are doing at the moment, and this is one of the projects where we've designed to find a main pain point of to find that COVID-19 testing has not been so efficient in a lot of African countries. So our team has got together. 阿乐正在介绍的是目前公司重点推广的新冠抗原检测产品。据说已经获得了欧洲 CE 和南非 SAHPRA 机构的认证。Maybe some of you'd like to have a try? 谁可以？你要试一下吗 ？OK, you can try it out. 主内导演想试一下。你 PCR 你有做过了吗？做过就啊。对啊 ，PCR 你要等多久才可以拿到这个结果？十二个小时，对吧？这个不需要一些其他的机器，不需要 PCR 机器，就这么多，对，就是这么多。嗯。说啊啊啊！再来啊！可以不用说那么啊，可以的，可以，好了，这个很快，对，然后呢？可以过来看一下这里，点了。这个是 C 是滞洪线 ，T 是检测线。如果说是 C 如果没有出现是无效，但 C 出现是有效的，然后 T 又出现一条阳性，说明是有阳性，就是有新冠感染了。阳性的话，你还怕吗？什么颜色？你是红色，就一条杠。哦，哎，就是没地方，还没，不是完全红色的。稍等，如果红的话，整个所有人都黄。亮叔怀着忐忑的心情等了近十分钟。好的，打开，好，打开。你看，你只有一道杠，一个没有怀孕，可以了。你只有一条线，一个就是 negative， 两个就是 positive。哦，所以你可以了，你可以了，你可以了，对，非常棒。没怀孕，不是怀孕的，这个是怀孕。COVID-19 好快，真的很快，很快的。那这个正确率呢？96.6%。哦，嗯 ，PCR 对。目前这款产品还没有申请中国官方机构的认证，但阿乐公司一系列的科研项目获得了前大使的青睐，最后双方达成了合作。嘉义他们是5:44的车，5:44，这边5:30，可以了，差不多了。OK， 聊过了，聊过了。See you, Ambassador. Next time, we will. OK， 好 ，Thank you, 加油，加油。OK， Thank you so much. 嘉义，慢慢来。好。你好忙啊！你太忙了，今天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做创业也不容易，不容易。这个我也知道，对一样的。在国外创业的外国人是的，我们俩是都一样的。对对，但是你不算吧？你算了，你的家人都是中国人啊？是的，对，你没有家人。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这个是生命科技、生命医疗的这个楼，对。你会讲中文吗？我会什么？你会讲中文？是好漂亮啊！好漂亮、啊！对，这是我受到的一个邀请哈、啊，去新冠、
啊，为那个表彰大会啊，人民大会堂的那个，对，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上岛，哇哇，所以你是单人代表吗？单人，对，我是单人代表外籍医生在国内抗疫那个，对。厉害，没有你厉害啊，没有没有，这个战略，你明明就很骄傲，很厉害。对，我没有被邀请，我没有被邀请，只被那个，只被微博之夜邀请了。但是不一样嘛，性质不一样嘛。我们做五批的捐赠，最大的是50万方夫妇和50万方夫妇和50万口罩。小心点。所有的实习生今天到，对。How are you? I'm fine. You know your friend came today, but you didn't meet him.好酷啊！对，你的那个发型，谢谢。就是真的，他也会说中文，对啊，你会讲中文的啊，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好酷。脑碎，违和感，一个。这个需不需要 ？So we have a good news today. Our team is on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Global Shapers Community, Hangzhou Hub. We have made it onto the.目前阿乐公司有40多位员工，其中来自非洲的实习生有26人。Hello. I'm Japanese. Oh, really? Yeah. Yeah. Arigato. Arigato. I want to question. Ask a question.就你们，就是你们对这位老板觉得怎么样？有什么印象？就不是写印象，就觉得怎么样？感受，对他的感受。Yeah, I've worked with Brett for like a lot of years now, and he's very integral as well. Like he sticks to his word. If he says he's going to do something, then he will never stop until he does extra of what he says he would do. So I think.He's a very good person to work with because he will always keep you in check, and then he will also make sure that you're very consistent in the system. 说真话，好不好？张姐 ，OK， 我明白。哇，他的缺点在哪 ？Is you never sleep until you finish your work. 睡觉。Yeah, you have to be. you can't be lazy. Been able to become a doctor, but there's something above becoming a doctor. I just work in the hospital. Why should I go and do so many things? Research, build a company, build medical products. No reason, right? But because we have to make impact,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big. And to do that, you need a lot of effort. You need every day to have a goal. As I said to you before, working in the hospital, I can only treat 20 patients to 50 patients a day. But if I'm able to help change the system, you know, change awareness, people should take care of your own health. You don't need to always come to the hospital. It's like a blessing in China. It's like a New Year, 春节的时候不是我们干杯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是吧？And other places, there's no such thing. So we must change the culture. So for health,There's a cultural awareness, practice, and then science. You can have the best technology, but you can't use it to help them. Useless. So that's why we have to start from one small project and then grow. Yes. 第二天，阿乐带节目组去了实验室。对，这里。好烫啊！这是我们的实验室，这是你的。
对对对，有南非的。南非。这是你的名字是吧？对。啊，我不知道他的就英文名呢，原来。Brett。所以你的 family name 是辛格吗？Lindell Singh， 对，两个。阿乐团队正在研发一款针对儿童营养不良的产品，然而在节目组参观采访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意外。Do you want to, did you read it? Then it's very bad because you are disrespecting our work. 究竟嘉玉做了什么，让阿乐突然情绪激动？敬请期待下集。对，送回去，对，这样感觉，他这样，但是我们握了，对，然后他说妈妈，我想去洗手，因为他觉得我这个黑色的创伤到他那边。我们在 YouTube 新开设了会员频道，打开和之梦官方频道主页，点击加入，每月仅需290日元，即可享受我助会员加长版视频以及专属福利，快来加入吧！